很多人对胖东来的经营方式很好奇，你怎么看？啊，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经营模式是多样化的啊，多元化的啊。那么这个这种例子，胖东来的这种例子，它是一个消费，它是个超市，对吧？啊，然后它是在当地呢，属于当地是垄断的，没有其他的可以跟它竞争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就能把它的这个进货的价格压得比较低啊，出货呢，它可以跟其他呢持平或者略低一点儿啊，所以它呢就能盈利，但是它那个模式啊，很难推广到全国，据我所了解啊，这是一个。但是呢，这种现象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边也不是罕见的。有个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例子呢，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在这个大萧条以前，他呢就是破天荒的把工人的工资从一天我不知道多少变成一天5块钱啊，那么就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啊，结果呢就使得这个这个工人这个跳槽啊，这个换岗位的就流失啊，大幅度减少啊，那么工人呢相对工作比较安定啊，所以资产阶级大老板，尤其是大垄断，往往他也在乎，就是他的劳动力人力资源到底是划得来划不来，就是说你可以有两个极端吧，你可以是这个工资非常低，全部是这个熟练工啊，一点技术都没有，我就把它压得低低的啊，这是一种思路。另一种思路呢，我把工资弄得比较高，然后呢工人呢有责任心啊，然后有技术含量，把这个以厂为家，对吧？啊，然后就比较忠诚啊，这个企业里边，你像日本的那些好多企业有终身这个就业这么个协议啊，是这样的话，好多的工人呢，他对生产过程比较熟悉，然后他会提很多合理化建议啊，这样你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啊，利润就上去了啊，所以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特想想啊，就是说企业呢，他打商品打广告，有些呢就是直接卖产品，有的呢他需要叫 PR， 就是说公共关系公关，对吧？啊，所以呢让大家对一个企业有好的印象啊，因为好多大垄断它不是具体的一个产品，它是一系列产品啊，你比如说海尔啊，好多这些企业它有很多产品，所以与其打具体的广告啊，它不如搞一个这个亲民的啊这种行为啊，拿出一点来说，这样的话老百姓呢就觉得这个厂家可信啊，可靠啊，那么我宁愿多花点钱啊，一分钱一分货嘛啊，然后呢就有信赖啊，所以资本家在市场上竞争，他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有的是薄利多销，有的是大垄断啊，拦路抢劫啊，有的是这个亲民的，有的是残酷的啊，都是根据他自己所面临的市场，他自己的行业的特征，他决定什么对他最有利，这个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没有一个资本家是真正的慈善家。那么员工待遇和社会风评有什么关系呢？对，有一定的关系，就像那个福特公司，在人家都是很低工资的时候，他一下把工资大幅度提高，我忘了具体提高了相比原来提高多少，那轰动一时啊，好多人都要到福特公司打工。那么你呢，对员工呢就可以比较严厉的，你说我给你这工资，你不好好干，外边有的是这喜欢要你这岗位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失业率比较低的时候，他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他确实就是说对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他必须胡萝卜加大棒啊，胡萝卜呢就是超出市场均衡的工资，大棒呢就是你要失业了是个痛苦的事儿啊，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
听说胖东来的服务员服务态度很好，大家都喜欢到那儿去购物。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做这个商业资本，对，商业资本呢和产业资本都是要瓜分这个产业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的那个剩余价值，他们有瓜分，所以瓜分的比例呢是他们自己之间互相决定，对吧？所以他这个你作为一个大的商业资本有垄断性，你购买有垄断性，那么好多企业呢他宁愿给你一个优惠的价啊，因为你可以给大规模的提供啊，他这样会有优惠的价，这也是他的这个商业资本的利润空间啊。但是你想想，就是你对员工工资比较好，那么你就能更严格的要求员工啊，他的服务态度啊各方面你就可以更严格的要求。你想想，咱们也去过一些餐馆的服务员都是工资非常低的，那么餐馆的服务员的态度呢就很不在乎啊，人家就是对这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你我这儿不干了，我随便到其他地方找一个工作去啊。所以老板想严格要求员工，那你工资必须让他觉得划得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商业里边，你想想你要造就一个这个销售员呢、都是一种热情的对顾客服务的这么一个心态，那他的工资低的话很难实现这个啊。所以这都是是一种商业模式，还是资本赚钱的一种模式啊。不同行业不同这个地区传统习惯都会影响老板决定哪种模式比较合适啊。所以这它是一个个例，它没有不具备普遍的它是很多很多不同老板的这个经营模式中的一个啊。那好多人呢就把它捧起来了但是你捧起来了，正是他要所做到的宣传，就是我们这个商场顾客之上啊，我们呢对顾客特别好，我们这物美价廉等等啊，它是一种就是公关啊，是一种公关。那么好多人捧他，就说明人家的公关还是有效果的。那还是有一定代价的呀。这也是公关的一部分，所以你很多人他要是能。他要选择去这个商店去那个商店，哎，胖东来这个我的印象好我就去，对吧？这都是一些公关的一种特征嘛。当然另一方面当然我没做很多调查研究，我觉得也是老百姓发泄对现有的市场的不满的一个方法